给大家看一下，今天我们准备了两个锦鲤，然后一会儿准备给小狗玩一下。不是锦鲤的这条，准备烤了。What？ 这是一个猫玩具，其实是它是那种电动鱼，应该是会动的。来，我先把它打开。哟，呵，不甘被烤的命运。哎。这个画面有点搞笑啊！好嘞，我的搞不上了，好难搞。翻车了！不要跳了，不要跳了！翻鱼了！等一下跳。好，我们放狗进来啊！烤盘给他们准备好。小美美，好嘞。啊，进来了！啊，再给一个，进来。阿奇，你可真是只猫啊！啊！喂，你先不要过去，美美赢。哎，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哎，走！哎，还有！哇，你赢了！哎 ！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还给玩这个，玩这个，来，还给你玩这个，来，都想要锦鲤。阿奇。屋底不要锦鲤啊！我们来看一下屋底。这个鱼有点搞笑，鲤鱼打挺，我挺，挺不起来。好了，给你。玩的最开心。家里乱成一锅粥。小八谁也抢不过，生气了。我应该买三个，家里有三个小朋友，对不对？还给抓鱼喽！哎，我锦鲤没有人理。妹妹，你去把锦鲤拿过来，走。孤单的锦鲤。妹妹，你去找锦鲤。我去。我全都要。阿姨兴奋的。还可以带你去溪水里捕鱼，好不好？这个鱼的动作像是在嘲讽你，像是嘲讽他。哈嘿，抓到了！哈嘿，给我们表演娴熟的抓鱼技术。目的又在后面笑，就跟上次一样。哈嘿，跟二傻子一样，在那拼命的抓鱼。小五终于来了。好了，没有人抓你的锦鲤，好吧？这个鱼好像就在嘲讽他们。啊，我在地上等你啊！